酱肉。还要吃，你再给。嗯，给。这个我媳妇儿昨天出院了，出院之后觉得好长时间，感觉好长时间没出来了。今天一看，这出来一看，整个都已经绿了。然后我现在去买那个买肉，今天做手抓肉，炖些汤。好，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清炖羊肉手抓肉。这个肉拿回来之后，把它稍微清洗一下，因为肉放在外面，把那个清洗也不是为了，如果是自己宰的羊的话，根本就不需要清洗，直接下锅炖就可以了。然后水开了之后撇沫子。这个呢，因为它是放在外面的，所以下锅之前把它稍微清洗一下，凉水一下锅，而且这个不要把它剁碎，就这样整块去炖。开火，这个现在已经开锅了，然后把火稍微关小点，不断的撇沫子，把这个沫子一定要撇干净。沫子撇干净之后啊，就开始炖就行了。这个羊肉我估计差不多要炖一个小时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个小时过程中啊，任何东西都不要放，包括盐在内。等它炖好了之后，再把盐放上，炖上个三五分钟，让盐稍微入下味儿就可以了。如果你盐放太早的话，肉就会比较柴。可能以前好多人做过这个，就吃起来那个肉的口感不太好，比较柴，就是因为盐放太早了。这个，需要注意一下。小叶子宝宝刚睡起来，特别会挑逗人，你还招手来，向大家招手了呢。然后呢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小宝宝，朵儿。这个炖羊肉还有一个技巧需要注意一下，炖羊肉的水一定不能多，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为了喝汤啊留汤，就把水放特别多，但是那样子出来之后，那个肉就会比较寡淡。大家应该懂寡淡什么意思吧？汤也会比较寡淡，然后反正就是没有那种新疆手抓肉那种感觉了。不要完全没过你放的肉，这标准就可以了。这个肉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用筷子倒一下。弹性很，现在可以放盐了。咸鱼淡肉，肉一定要淡。等一会儿炖一下，把那个汤尝一下，稍微偏淡一点就可以。好了，这个盐放了之后，我刚尝了，盐刚好，微淡。现在炖了可能大概五分钟，关火就可以出锅了。现在等一会儿，先把面和好之后，然后下皮的面，这个肉先放这儿，放一会儿，静置一会儿。让盐味儿也更入味一点，没有放任何东西，除了咸盐以外，就咸盐。吃手抓肉配什么茶？当然要喝肉汤了。其实不是，肉汤当然必须要喝，那肯定要配砖茶了。之前说过的，泡这个砖茶一定要用沸水。哦，现在出锅。哇，白得很，有点肥，但没关系。这锅有点小，最后煮着煮着发现不太好，那我就把它那个分开了。好了，汤然后下面。好，现在等肉稍微凉一凉了之后，开始削肉。
还是太烫，还是太烫了。在家的时候都是我爸学，现在我爸不在的时候，我就不会，我嫌烫。这种大块煮熟之后，比那个你把它剁好要香，而且那个汤它不会太稠。嗯，这肉真可以，这肉真可以。茄子宝宝，你来一块肉啊！茄子宝宝特别喜欢吃肉，让吃。这油，我先尝两口，我先偷吃两口，真的羊油，加上肉，加上肉。嗯，香，嗯，这还是肉不错。学肉学的不好。咱就看一下，反正吃了是吧？以后多练习一下。哦，就是不要学完了，不要学完了，要吃完的话。吃完呀。嗯。不要学完了，先学这么多。学吧。嗯。尝一下。好香，香！今天这肉特别香。我想下面啊。膻不膻？嗯，没。不膻，不膻。不膻啊。闻不出味儿。我现在是下面，这块弄掉。面往上一浇，夹子一放。对，等会儿吧。边吃肉。面一下，我去，呆得很。今天的这个面我就不用手抓了，因为我怕烫。实际上那个面应该是用手抓的。来了来了，你可棒了，来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。啊，你还想吃肉是不是？乞求的眼神。我吃完了。吃完了。椰子宝特别喜欢吃肉。忘了一件事儿，忘了一件大事儿。吃肉怎么不喝酒呢？我刚才忘了拿酒了。不好。是之前剩的，剩的可能有时间有点长了，但应该还可以，盖子挺好。吃手抓肉得配白酒。如果在那个哪吧，在阿泰的话，就是那个鹅和小老窖，还有二木厂那个酒，小瓶的那个太歹了。还要吃，你再给。嗯，给。
妈妈呢？啊，给给给给。鱼头。太吃肉了，还行，没散什么。皮蛋面，汤你让浇没？浇了。嗯，那行。了这皮蛋面我还是用筷子吧，太烫了。我刚才我跟你学了一些这样的东西，你不是喜欢啃骨头吗？嗯。这样子的。嗯。你放这儿了啊。嗯，底下一擦给它抓坑进来，看。嗯，抓吃。我们把蟹子拍了。这里撒出来。哟，倒多了。吃这一口，吃这一口，这一口。砖茶泡好了，当然要喝肉汤了，但是等一会儿。把它面吃完。亮的骨头，它能那样抓的坑呢？这个没东西啊。啊！他玩那骨头的呢。他这里坑。这个面是用这个炖肉的肉汤下的。如果用白水面下的话，再把那肉汤浇上去，它味道没有这么香，所以我们一般直接用肉汤煮，直接用肉汤下面，找上一块肉啊。哎，他要啃那个，其实他是个他不要的，你看，他啃那个平板板的那个。嗯，那上面问题是没肉啊，他啃什么？哦，他主要是磨牙，磨牙的。小啥呢？嗯，现在肉太香了。嗯。嗯。新鲜的呀。这个香菜，这个香菜还不行，那不行。嗯，哎，这个不行，这肥的我来吧。来口酒啊！肥的你也别来了，肥的别要了。就是我也得少吃肥的。我怎么恨不得把奶奶的手指头一天都咬掉？这个皮鸭子是没有烫过的皮鸭子，我们自己在家吃的时候，一般这皮鸭子是直接用生的。如果来客人的话，可能有些人吃不惯这种纯生皮鸭子，就用肉汤把它稍微烫一下，用灶里稍微浇一下，汤过了就甜了，就没味道了。
前两天那个喝了三杯。嗯，这是汤多，刚才那个太干了。这是刚好那个下了面之后的。刚才那个太干了。刚才把这一说，怎么还把下次下面汤了？我也倒了一点。你可以从那个炖肉。拿一只锅肉给我，应该吃点面。你可以从炖肉的那个汤里面，趁现在赶紧吃，它上面还有汤。不会又扔掉了？又扔了。下这个手抓肉的皮带面和这个大盘鸡的不太一样，因为羊肉比较容易浸住，所以当这个手抓肉的皮带面是不过凉水的。但是它是那种纯肉，它那个啃不上什么。我想着把它啃不出味儿，还要吃点。真是这么东西哎，小孩都喜欢吃肉。反正再大一点就不太喜欢吃肉了，阶段性的都是。嗯、等一下，我最后一口酒喝了，准备一点肉。瘦点的吃，那个是大的。哎，看看看，哎。要饭？啊？你这些料它真有什么好吃？哎哎哎！别乱摔！我那块不可以啊，它是这样摔的。啊，那没有摔下来。对，这样子。我这一口比较大，必须得把那肉准备好，不然的话等会儿太冲。这个二锅头的味道都比较冲。最后一杯，等会儿还要剪片子，不能喝多了。今天这肉真太香了，我爸要在的话，太呆了。我不让他多吃肉。就是我爸现在也不能吃肉。瘦的可以。你也不能多吃了，我跟你讲。我现在就是，我现在就是也不能多吃。现在我都不能多吃。瘦的可以啊，少吃点，肥的不要吃了。这是越藏着越吃肥，肥的香。啊，肥的香！我现在身上一顿肉里面也就吃那么几块肥的，不敢吃了。你再喝点肉汤就好了。我给你舀一舀。等到夏天热的时候。你把这面吃一下吧。夏天热的时候。面比肉还香。夏天热的时候，如果我喝水少的话，像上这样的一顿肉。第二天，或者是如果像这样中午吃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头晕，血粘稠，倒也不是血脂稠，就是血粘稠。快吃叶子吧，你那全是肉肉，快吃往嘴里放。他搓着玩的呢，妈呀！把那肉搓着玩儿吃好了吧，快吃香菜。哦，你不吃香菜。原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手抓肉，
一吃啊，旁边如果有蔬菜的话，像我们这，我们小的时候嘛，就我们这种小孩，只要是去吃什么西红柿、黄瓜了，你说吃那些东西干嘛？吃肉。然后现在，家里两个孩子，然后现在就知道了，肉不能多吃。所以现在吃肉的时候要配一些什么黄瓜呀、西红柿凉拌啊，不是凉拌，就光切出来，西红柿是拌点汤，对，虾子有软化血管的功能。咱们哥吃碗面，我吗？你吃肉也吃比较少。你还要吃吗？再给他来点肉。啊，我给他喂点面。弄点瘦肉。肉不给了，他吃了不少了。我给他弄点面。你没给多少呀？没。而且你也给了。我给了好像两三块吧。来，这儿子，来给你最后一口肉。这么多了啊，再不给了。肉不能多吃。还说肉不能多吃，我吃的够多了。哎，太残肉了，来，好长时间没有这样吃了。来，叶子，来吃面。上一次吃手抓肉是，也是在我们家，是邀请了一个我的一个同事，也是阿尔泰的，就是在这边上班之后认识的一个同事，已经很久了，好几个月了都，几月份的事。冬天呢，就是八准走之前嘛，走了好几个月了。叶子，我太喜欢吃肉，又找我来要肉吃来了。别吃，别给了，太多了。太多了，来吃点面。嗯，你也香吧？好香。香。我让你吃饭的时候换衣服，那个换天是真的香。刚吃的。来，叶子宝宝。我们吃的是肉香，除了肉好是一方面。再一个就是烹饪方法的问题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吃这种东西，其实我吃所有东西，包括蔬菜在内，炒菜什么的，我都比较喜欢原汁原味。我在做饭的时候，基本上除了盐以外，有的时候可能会用点胡椒粉，但是其他的东西，有的时候还需要点酱油，需要上色或者什么样，就需要点酱油。其他的调料好像基本上不用。之前我做过大盘鸡嘛，其实也说过这个问题，我更喜欢保留食物原汁原味的味道，当然这个是纯属个人喜好。不过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下这个阿泰版本的这个，而且整个阿泰地区其实基本上都是这样子，福海、北屯、阿泰吃这种都是这样子。不过还有一个区别，就是在那边有一些条件比较好，就新鲜宰的肉，它不是这样子。你像今天我炖的只是一个前腿和一点排骨，因为我们今天吃的人也不多嘛。如果人多的话，实际上像一个羊里面，就整个大的身体剁成四块，分成四块，然后在炖的时候，每一块，如果人多的情况下，每一块，就那四块整块的，到了一个大锅里面。然后包括这个内脏、肚子、肠子，还有羊头、羊蹄子，羊蹄子和羊头处理起来比较麻烦，还得用喷灯烤。
把那个毛处理掉，然后一锅去炖，一锅炖这个肉里面就会有一种杂碎的味道。当然了，这可能，可能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吃得惯，但是我们那儿就比较喜欢这样吃。那种肉的味道更加浓郁，就还包含这个杂碎的味道。我们比较挺喜欢吃这个杂碎的。再就是我们在处理肉的时候，他不会把那个肉处理那么干净，反复的去洗，然后，把肉下锅了之后，煮开 ，OK， 沫子去掉，然后再把水倒掉，再换掉，再重新换水，再重新煮。我们不会这样的，这样子它肉的味道就比较淡了，就原有那种味道就比较淡了，所以连盖子都没有了。刚才我也讲解了这个问题，盖子不是很，其他的做其他东西也是一样，包括什么鱼。还有做鸡都是这样的，不会把它不薄吗？弄得特别干净，全都是那个啥，就这样尿的拉的。今天我不会，而且它这个底下还要蹭，也不能再吃那么多肉了，所以就这样了。今天就吃这么多，不敢吃了，我体重也不轻了。如果大家想尝试一下这个就这种味道的手抓肉，可以尝试一下这么去做，不要放那些大料啊，什么花椒八椒那东西，专业那些放上之后呢，原有的肉味儿就特别淡，甚至都会被盖掉。现在这顿饭是我媳妇出院之后，就是生完二胎出院之后第一顿实实在在实实在在的吃了一顿饭。我把这两口吃完我给你吃，盖不上泡囊了。啊、泡囊了，牛肉汤泡囊。啊、我尝一下。买的时候要找东西盖啊。这是肉汤泡囊。吃火锅里面有这个，之前的视频也讲过这个。泡太狠了。我刚那个啥。但是也可以，也挺香。哎呀，别整。这肉吃完面吃完之后，来点肉汤。这肉汤里面，我喜欢放一些香菜和这个叫什么辣子面，干辣子面，就是没有过油的那种。辣子面我今天没放，为啥没放我也不知道。你来吃吧，我给他喂。哎呀，宝宝，你不上来。原来说这个炖完肉的这个精华全部在肉汤里，但实际上科学一点，肉汤里面其实只剩下脂肪和水分，还有一些少量的其他的东西，正儿八经的营养还是在肉里。这是原来我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误区。这个他奶奶吃的。你也吃。这个。我都不想再这喂了。大家如果喜欢这样的视频，就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